哇，也太粗了吧，东西太粗了，吓死谁！啊，可以啊，保存。滑动之大厨。Hello，Hello， 来参加庐陵的文化行，就是第一次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江西。我现在在是吉安县的，吉安市吗？我们现在是吉安市的进士文化园。哇，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蜡像做得很真实。然后再来就是，还好我没有活在古代，不然像我这种不爱读书的，我肯定是我妈不知道把我卖去哪里了。但是我很佩服这些进士们，这些文人，因为知道有文跟武就是要并行嘛。那武的出去打仗，那文呢就是帮我们把文化传承好好的保存下来。虽然我不是进士，但是我有进士收获跟了解就是哦，我发现他们那个考试啊，什么从同事啊、县试啊，什么往上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哇，一大堆，根本记不起来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以前的人要是你真的可以跑到状元，那代表你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你就是过了非常多关，像打怪一样，最后来到皇帝前面殿试成为状元。所以我就很佩服这些读书人，因为我自己做不到。